他就是靠一块吐司面包火遍大江南北的玛莎拉蒂，一天均要消耗高筋小麦面粉10吨。我们家的面粉不能制作包子、饺子、馒头等。制作工艺堪比整形，自然熟的高筋小麦面粉加入新西兰黄油，选用长奶溢出的鲜牛奶，抹上比 Super Idol 还甜的红豆，发酵后送入烤箱中，爱马仕烘烤2400秒，酥脆又柔软，麦香混合甜香奶香，咬一口都香气四溢，搭配现磨黑糖燕麦咖啡。精品的咖啡豆来自于我们自己的烘焙工厂，每一种食材都很有担当，自带贵族气质。不管是00后大妈，挺好的，挺好。明天跳舞，明天跳舞去带着我啊。还是70后小伙，这个好，还是碰着邻居好。生活是用来享受的，品质生活在于细节，没有人能够拒绝这里。